新版蝎子已经上线了4天啊，那各位觉得强度如何呢？这他妈是人类想出来的吗？截至目前，新版打野蝎子荣获各分段打野胜率榜的倒数第一，也就是不到40%。别的咱不说，开 Q 硬控自己0.5秒，属实幽默。来线上抓人，走着走着突然卡自己一下，反而在上单位，蝎子的胜率达到了45%左右啊，虽然也不算高，但比打野可强多了。剑姬奥拉夫什么的拼不过就主 W， 那 W 的范围比想象中要大不少。彗星多兰季啊，线上疯狂 W 就完了。设计师一看，这不对呀，这我为了给打野蝎子让路，都把瑞尔从野区撵走了，然后你们还玩上南斯卡纳，那我不得不紧急上线热补丁调整蝎子了。首先削弱蝎子的成长法力值以及 W 的蓝耗，你要还想玩彗星蝎子，先掂量掂量自己的蓝能放几个 W， 然后再把被动和 Q 对野怪的伤害上限调高一点，以此来加快蝎子的刷野速度，最后降低蝎子一技能的冷却时间，让它能够更频繁的穿墙抓人。这个热补丁已经在外服上线，国服大概在假期之后上线。如果你问我新版蝎子重做的如何，那我只能说，哥们儿，负责蝎子的设计师都被开了，你说他重做的如何？